这个好难。哎，前锋好像以前学过一下。没学过。你以前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我很肯定。你不是以前？没有没学过。不会，别说了，爸爸。求你了。哎，爸爸再爱我一次，不要再说了。你别走啊！别。哇，这个太厉害了！哎，你要不要试一下一博？学一点，学几个动作。快点，因为一博没有那个踢踏舞习惯，对，所以我教他一个非常古老的，就是黑人的 body music 身体打击，也有脚。来。一博天才啊！哎呦喂，连起来了！哎，哇，好棒哦！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好棒哦！所以说，我们一博的学习能力真是第一，非常非常强。接下来那个，我们要有请一博这一队的拉丁舞黑池的世界冠军是张艾玛迪，以及他的舞伴贾皓月。